I'd be like, oh, it was one.我虽然喜欢喝咖啡，可是我对咖啡其实不是很了解。你们这边最常点的咖啡是什么？哪有啊？大家都点哪种咖啡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都是新鲜。烘对了。应该都 OK 吧，都 OK， 只是味道会不一样。喜欢喝咖啡就是，喝的时候要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含在嘴里面去感受它的味道，含在嘴里感受它的味道，慢慢吞下去这样。再喝它的回甘，它的香气这样。至于其他的部分，不能过量。咖啡的认定是一样，还是一样。杯子都是你们自己的、哦，我有自己的公杯了。一个有他自己带。现在都没有人喝冰咖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做啊。好好。
好，谢谢。